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星巴克25周年特展。以 Together 出发，25年来，我们被门市温暖的灯光及咖啡香吸引，所以在此相聚。我们闭上眼睛，一起勇敢冒险，想象这里记录了我们相聚的每个时光，独自阅读的时光，点一杯咖啡后，让想象力在寒绿间奔跑的时光，跟三五好友坐在户外赏夏的时光，一起感受阳光及片刻的悠闲。没错，这25年来，我们一直在这里，一起走过青涩年华，进入职场，浏览着过时间的轨迹，一起变得身经百战且充满勇气，无畏世代的更迭变化，不变的只有对于咖啡的热情。日本人气超高的九州松饼瓦芙，期间限定不仅有本店超人气瓦芙风味，更推出美味升级的抹酱组合，三款风味抹酱：浓醇鲜奶油、茶玉点观音、特制莓果酱，随心自意搭配，颠覆超浓抹酱瓦芙的绝美搭配。我是记者罗俊宏，台北采访报道。